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和我合作，李大人，这么快又见面了。上一次你说的那句话，地狱现世，鼠患横行，并州城的百姓惨淡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还需要我多说吗？你不是已经见到了？啊， 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和我合作，事成之后我会上报朝廷，免你死罪。啊！你说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绝顶聪明的狄怀英，竟然需要一个死囚的帮助？算了，等等，我帮你。 这边走，这些洞口是干嘛的？怎么这么小啊？这是盗洞。那我们普通人怎么过得去呢？小妖的身材加上缩骨功，刚刚好。啊！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闻到了熟悉的味道。什么味道？ 地狱的味道，祈祷上苍，派天神降世临凡。 是什么？为什么推不开啊？我帮你把把把，没事。还是我帮你把把把，没事。不能开门，要是让他们知道我们躲在这里，就麻烦了。哦，好的，大娘。 老鼠肉你都能吃这么香啊！我不像你，有手段。我在牢里可一直都在辟谷，这是几天来第一顿，真不错，比生老鼠肉好吃多了。生老鼠你都吃过？你们是封城以后就来到破庙？是的，大人。从前我也经历过一次瘟疫，知道不能去医馆，去了医馆没得病也得被传染上病。那为什么不待在家里？ 封城以后彻底就乱了，灾民到处在抢粮，这里啊一直被传闹鬼，谁也不敢来。挺好。狄大人，是不是全都没有染上鼠疫？我检查过了，他们都没有被传染，只是吃的少，身体有些虚弱罢了。不会吧？他们天天吃老鼠肉的。是啊。 医馆的大部分病人并没有跟鼠群接触过，反而得了鼠疫。